幸福的梦，念暝到站，车有缘的人就请，车有缘的人就请。你敢会当甲我扶一下？何佩爱，你是爱小爽啊？是啊，我即马袂晓，无代表永远拢袂晓啊！你是我的老师呢，你敢会当做一遍我看？啊，不过吼，唔是亲像你安尼哦，爱像我同款，穿宽大个迷你裙。我想像你安尼，还是无可能啦。怎么可能是叫我去啊？我阿爸一旦比我较优雅，张司令，为什么看到你这么有女人味呢？以后哦，嘉德百货那是要选定个蔬果小姐，还是水果公主哦？你得家己出来做宣传呐！我给你保证，效果一定足好诶！你拄则认真咧看我。有啊，我看我足认真诶呢，我哪会知你有我尔啊妖娇？你真袂歹哦！哎，你安尼小训练一下，规个人拢无同款呐。啊，这个老师嘛足专业诶。想袂到你买单这么妖娇，秀嫂妹啊，顶个我学你遐济，全部搞背我是，马上要考。哎呀，等你等朋友，迄册顶悬的字哦，我是看有啦。你毋过写做一本册了后，我真正看拢无，怎么变来背起来？那是背不起来，特训到这为止。我当时你，我袂阁笑啊啦，是的啦，拜托啦，我阿爸啦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要加油哦。啊，多谢阿姨。嗯，我不会起来啦。妈，敢真正像你好笑？你为拄只笑即马咧？啊！我欢喜笑啊，敢袂用你？这么子，你是怎回事？我咧欢喜，我这个后生哦，总算是有情绪啊啦，唔是跟他一个表情尔嘛，唔是一个吼，跟他在后上班的机器人。我只是把张小姐当作试验品啦，假使讲我都跟一般人训练做过一，这训练流程写作是 SOP， 哎，对公司真有帮助啊。啊，就算讲是实验品，啊，你嘛较温柔咧。我你是无看到啊？伊无把特训当作是一回事，我想出来温柔啊。啊，不过你嘛想歹呀，他阿哥啦，佮安怎讲嘛是一个查囡仔。唔管是查甫，也是查某，只要是公司的员工，什么任何的特训啊。我再讲，我是专工，我刚替做特训咯，应该较认真个啊。而且这一切拢是为着伊好呢。嗯，那是想要赚钱哦，家己啊，才认真拍。妈，对，你讲的拢对。哎，我唔是你的员工，你甲我管管遐尔啊济。啊，当吼，我咧笑我的后生连生气起嘛，遮尔啊古锥，讲袂用你。我是咧替你想好无？妈，你敢真要找伊参加宴会啊？你是都唔肯也嫁你面子哦？我乃感觉你比我搁较烦恼。妈，歹势，我过来无用，啊，是毋是请你？无用做你，我坐伫咧遮啉茶。家己来。啊，是讲吼，即摆看你甲阿外啦安尼愈来愈有话讲，其实嘛是好代志啦。为虾米啊？啊，你之前因为吼，伊生做先爱食，你拢嘛无用好面色看。啊，不过恁两个即摆就敢那朋友共款，啊，你嘛关心伊的未来啊。那是因为伊是公司的员工，我安尼做完全拢是为了公司好。乖囝，
啊，你嘛是一个翘翘人呢，你应该会知影哦。你若喜爱民主，到时阵你家己哦，都活受罪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阁甲你讲这啊啦。对啦，你会记得我之前甲你讲的文祥无？你是讲你伫美国迄个好朋友后生哦？我会记伊敢是脑科医生是吗？伊要回来台湾啊啦，啊我专工哦邀请伊来咱的病院啦。伊不只是一个脑科医生，伊根本就是一个脑科天才啦。虽然讲伊真少年，又毋过已经得到真侪奖，啊嘛救足侪人啊。我知影足侪病院提钱要请伊去，又毋过伊拢唔肯。我著讲伊是天才啊，无定着伊对钱啊，无啥人看中啊。是啦，所以吼，我毋得想讲甲试看卖问一下，结果伊真正答应我。啊，之前吼爱食中脑瘤的时阵，我嘛有拜托伊来斗三工，啊，不过伊就拄好伫咧非洲义诊，唔再失去这个机会。啊，那无爱食嘛免出国。过去的代志吼，都过去啦。是讲哦，你叫我莫想啊，你家己咧一直提起你。哎，遐唔过我想到一个啦，我抓到，所以斗三工哦。啊，你是公相啊？就小叶啊。哎，你这样把手看无，都是因为头壳内面有血块，压迫到视神经啦。医生建议是爱开刀啦，等我小叶起码无先，一惊影响到囡仔，一定要开刀。好啊，啊，那无就等文祥人来病医，我再介绍给伊，甲小叶熟识。出代志啊！大哥，出问题啊！等，姐姐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收到做者手术的讯息，讲唔听讲啊！啊？啊！你敢有去问什么原因？我一直打电话过去，但过对方唔是关机就是无接。哥，苏文度假来公司进前，想要去找一个智能卫浴合作的厂商，想要去问伊是安怎无愿意阁继续跟咱合作啊？啊！不过伊秘书煞讲。伊今仔日出差啊，即几天拢未去公司，我哪会感觉伊是超工，无想要互咱找着的？对啊，而且我甲大哥要来找你之前，我嘛收到做些讯息呢，拢是厂商临时反悔，唔肯跟咱合作。啊，你看，搁来一间灯具厂商，讲不爱跟咱合作啊，这代志哪比我想的搁较严重啊！啊，大哥，那恁咱的公开销售会是要安怎？啊，那是一间厂商尔，是几啊间呢？那就奇怪啊，这啦。我嘛是感觉足奇怪，因为之前咱前消息，签约的客户拢是因为咱合作的厂商是有口碑大品牌，人家愿意选择咱养生村。那不过这厂商若是拢退出啦，咱真有可能就会违约。以后那特别得钱，该付一大笔的赔偿金。玉妹，你把遐个厂商的名单整理一份给我，我一个一个来了解状况。啊，近签约客户，你甲大哥先去关心一下，先应该暗打好势。好。总经理，我有紧急的代志要互你看。有人伫网络顶广播文，讲伊的手头有富贵建设财务违建内幕消息，而且阁有人造谣讲，咱养生村第二期的施工是有问题，加乱七八糟的消息。伫网络顶广安尼四处传，即卖已经有人敲电话来公司问讲，咱公司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啊？即卖知影问题伫倒位啊？就是有人在关个个西龙啊，做厂商哦，一个一个无想要合作。这普文人是有病哦！想要调岗成对象啊？啊，你敢知影一开始破文人是啥？我有截图啊，那毋过拢是假账号。我认为伊若是要找到迄真正无好住宿者，得甲警方讲，请警方来调查。若无要找到迄真正凶手，真正无遮尔简单啊！袂当报警，
这件代志，若是时间愈播愈大，新闻炒起来，咱的公开销售会就根本就免办啊！不用的啊，老婆，咱公司的财务危机早就已经解决啦。安尼伫咧网络上造谣带风向，会直接去影响着富贵建设的名声。这口亏咱是要安怎吞忍落去？若是爆回来啊，发现经营遐尼久的公司的名声拢互人拍歹去啊，咱是要安怎面对伊？大哥，我认同袁美讲的，假使迄阵人敢若想要蹭流量，咱就更加无必要给伊这个舞台。我认为从即马开始，咱就当作无即个代志发生。过一阵仔以后，就有新的八卦新闻会把即个消息盖过啊。那是盖袂过嘞，那是愈闹愈大嘞。咱敢有法度承受搁啊侪厂商无要跟咱合作？咱敢有法度解决客户想要解约的问题啊？咱即马只当正面迎战啦。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。大哥，所以你决定要报警？网络造谣、甲假账号，报警嘛无路用啊！报警快作弊咯，加开时间的啦，咱卖把时间浪费伫个遮。即卖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铁渣办销售记者会，破除谣言，消除社会大众的疑虑。用熟悉来破除谣言，蔡大夫，你还阁真有信心吗？不过恐惊后果唔是恁法度承受的，我已经等妹夫款错解好去了。喂。我就是你要搞病。阿飞，小叶啊，来，我看到你来，这果汁给你喝。你那那叫啥？拉梅兹呼吸法，嘿，学了安怎？咁顺利？真顺利，好，好啦。小叶姐，还是啦，我去调伊一撮啊，害你一个人上课，你敢感觉很孤单哦？来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有助教，伊有陪我啦，所以免遐尔烦恼。哟，安尼就好。那无听到小妈的声音吗？小妈。富贵建设出代志啊！富贵建设出代志啊！哎呀，那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的。有话好话讲哈，我乃刚刚你这需要学拉梅兹呼吸法，来来来，跟我一起哈，吸气。你有完没完？我什么时阵啊？搁在呼吸？要哪冷静啊？咱家哦，一定是去给人救出啦。啊，若无是安怎养生村二期，迄建造已经都来啊哦！啊，外口遐尼侪留言，啊，搁有啦！天公伯啊，哦，龙哥哥失踪哦，小燕失明，即马是不是要予咱家失去一切啊？我较冷静啦，发生什么代志呢？我看见。哎呦，人生本来就起起落落嘛，莫不时哦拄到问题哦，就安尼找工搁被暴跳。我相信哦，公司有这个囡仔在处理哦，一定会无问题的啦。坐落啦。那小妈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啦哈。莫遐尔紧张啦，拄只伫个路下哦，我有打电话给蔡大富啊。伊有交代落去啊，要甲公开销售会提早，啊，顺续开一下记者会，正面反击谣言。伊把较早滴运作也爬落来基础，我相信，别烦恼，即个一点当化解。嘿啦，我嘛赞成，安尼才对。拄着危机哦，就是爱
面对他，接受他，解决他。哦，安尼状况才会越来越好。哎呀，讲安尼你三个啊，袂输敢哦，跟他恁经过的大风大浪，哇哦，都没有见过世面一样。哎呦，拍个啊！啊，你又安尼想啦？那是天哦放落啊，有大姊伫个面头前替你挡啦，万事来照顾，哈。嗯。哎，我去开门啦，哈。无代志，无代志啦。啊，亚妈伯伯，你哪来？好。哎，先生了。哥哥，欢迎光临。干嘛上？恁大家拢好啊！嗯，我是有听到消息啦。啊，养生村这个销售出状况，嗯，我来给恁关心一下。哎呦，大夫会解决啦，无问题啦。来啦，请坐，请坐。亚妈妹妹，啊，饮茶啦，请饮茶。多谢。哥哥，哥哥，谢谢你呢。啊，我进前在你面头前哦，讲遐尼侪歹听话。你无气焰，今仔日阁甲阮关心，谢谢啦！真正是吼做大事业的人，就是无同款。其实后来我想想者吼，恁的这种表情，这是正常的啦。不管呢，冠廷安怎伤害的小叶，甲错怪的感情呢，我是无了解足清楚的。但是我讲话啊，有较大声，这点呢，我较歹势。还是讲呢，过去啊，无得挽回，但是用弥补一下。我希望恁大家呢，会用看到冠廷的改变，重新来接受伊。亚妈上你讲的，我了解，啊，不过歹势啊，有真侪伤害。真正不是靠时间就能化解。嗯。阿哥。先生呐、啊，我拢知影啦。啊，冠廷哦，有救过你的命，你对伊哦，一定是有感激之情啦。啊，是讲真正是无需要在这替伊讲话啦。嗯。是讲，冠廷因爸爸呢，嘛救过我一条命。讲来讲去啊，我个冠廷呢，有足侪所在呢，足惨笑的。我无后生啊，但是冠廷有我的缘伫咧，伊嘛有迄个能力伫咧。我想讲呢，要好好栽培伊，来接我的班。啊！爸爸，爷妈哥哥，你拜托的哦，爱想好清楚。救命！阮人哦，有足侪方式的啦，你无需要甲你金毛干咱拍落来的江山，啊，双手奉上吧。哎呀，好啦，来讲下。多谢你的提醒啦，我已经啊，嘛想做清楚啊。唔，那是冠廷，还个小月，我嘛真介意。我是希望讲。抓开以后，若有啥物困难的时阵呢，甲我讲一声，我绝对会斗相共。哦，亚妈伯伯，你真正是一个大好人呢。虽然我知影，阮都一定躲过难关，不过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更加放心了。亚妈伯伯，嗯，谢谢你。不会啦，是讲冠廷哦，先生呐、啊。冠廷的代志哦，才阁讲啦吼。啊，今嘛哦，阮要处理迄养生村的问题啦。啊，是讲你的心意哦，阮拢收到啊，真感谢啦。啊，无我先送你出去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。来来来，先走咯。拜拜拜拜。小叶，我跟你讲，你千万爱记。千万不要搁再相信黄冠廷哦！哦，伊就较早哦，就是一个演技派，就差哦，别人颁奖给伊尔。我跟你讲，伊哦，那是装深情哦，你千万不要，嘿，给伊骗到玲珑色哦！哦，伊这个渣男，嘿，
一次扎终身扎，你每夜好一个扎第二次哦，哈、嗯。我还记得，都是在冠廷欧巴的时阵吼，一看小叶姐的眼神，真的好有爱，好有爱，好有爱，会去公司跟那个秘书呢，欧白乱来哦，拜托的，什么的好有爱，就是渣男垃圾配。时间拢过足久啊，人哪也未到。吴生，吴生，哎，拢食他车，你当作不会哈？袂啦，是我歹势啦，临时约你出来。你想要啉啥？经营店的手冲咖啡袂歹哦。安尼哦。丢仔，知影你约我出来，有啥物代志？啊，我是想要请教你啦。我从土地卖给皇室集团了后，你出来搞什么计划？相信丢仔应该嘛知影，讲我当初是发到一块土地，就是因为知影讲哦，政府打算要伫沙甸规划游乐森林园区。啊，若讲公司出来，要怎建设一块土地，目前也甲你规划，这应该。甲丢失都什么关系啊？无啦，我唔是要感谢恁要安怎处理这土地啦。我是想讲，亚马逊对泰国转来无偌久，对这产业环境应该是无足了解。所以我想讲，伊手头应该够做些钱要投资的，咱是唔是会当继续合作？那恁的拍算要安怎合作？我伫美国是做金融投资的啦，做足久啊，嘛真有经验。人脉嘛袂歹，伫业界嘛小有名气。你探听一下，台人拢叫我金融魔术师。哎，就是，敢讲你已经袂记啊当初时，我妈要交人朋友，就是投资你间公司哦，所以钱才全部赔了了。你讲你是金融魔术师，刚讲你的魔术就是个钱变物件。我承认啦，迄个是我信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叫美国总统是骗的，我们家会去做非法募资啊。你若是有机会，会当去美国问看卖啊，到时你就知影，这几年来我赚足侪人，赚足侪钱。哦，好啦。我就暂时相信讲哦，你真正有迄个实力。人总是有失格差的时阵啊，我嘛是因为顶个失误去得了驾驶，我就想想的归去啦，我家出来做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家出来做风险伤大，所以我要找一个家己信任、有实力的人来做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看好亚马逊皇室集团，你想要替皇室集团操盘？操盘投资是我内行的啦，啊，不过我不想要干那替人做工尔。我身躯边有一笔钱啊，我想要用入股的方式跟皇室集团合作。有人就是天生好命，就算用骗个一无所有啊，厝内底土地卖卖，创业的资金就有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你若顾虑，会当直接讲出来。我是做有生意的，想要跟你达成共识。这条跟你上九门的大鱼，我若是把它钓起来，我真正对不起我家己。刘仔，你吼真有才情，而且手头又够资金，我相信亚马逊应该真愿意哦，跟你做进一步的接触。不过除了咱顶摆这土地交易以外，咱对对方都无啥物了解。虽然你讲啊做有生意的啦，
过我嘛唔知影讲你是不是出去讲讲的，你是要哪只？啊，我该保证啦。亚马逊若是跟我合作，我绝对哦皇室集团得到上大利润。啊，若是生意的话，我知影用嘴讲无准算啦。你想要我哪表示？好了，既然你都拢安尼讲嘛，我好，我只有一件代志需要人斗阵啊。什么代志？我若做会到，我绝对会来斗阵啊。他们各位的代志，我是不用做。你放心，绝对不是为我的，而且我会当给你保证，大家帮你看一条路。欢迎蔡大富来为大家讲几句话。多谢大家今天的收听。台湾这几年已经走入高龄化社会，人口结构也改变了，不过我们富贵建设早就两尊时期，在几年前就投资成立养生村。养生村第一期完工没多久就顺利卖完了，现在养生村第二期五绿建筑的加持，够健全完善设施，我相信一天走向更加恢宏的养健。小姐，听讲蔡董出代志以后啊，恁公司差一点啊就要周转不灵，那安尼恁的养生村敢可会当顺利经营落去吗？我相信这个问题哦，大家拢足关心的啦。啊，不过阮富贵建设是一间有信用的公司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阮拢会用上大的诚意甲决心来解决的。没有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即马伫你的身躯边有一个牛皮纸袋，内底就是阮富贵建设的财务报表，请大家看详细。之前我们富贵建设确实有淡薄仔周转不灵，也毋过经过阮所有员工做伙拍拼以后，即摆已经改善啦，经营状况嘛足正常诶，请大家会当放心啦。哎，小姐。但是为虾米我听讲有一寡厂商无愿意继续甲你合作啊？我相信大家拢了解，任何诶合作拢需要双方来交涉。而且条件爱事先就讲好清楚啊，安尼咱的合作才会顺利完成。那是厂商对阮富贵建设有严格要求，阮富贵建设嘛对阮合作的厂商有特别要求。今嘛目前还阁有一挂代志爱继续协调，所以大家请放心。啊，那是医疗的部分，阮早就甲正生医院讲好合作啊，所以大家免烦恼，会当放心。网络有传言，讲恁养生村二期有偷工减料的问题，请你说明。这点大家嘛会当放心，我蔡大贵会当用我的性命做担保，绝对无这件代志。所有工程的妹妹甲甲，阮富贵建设拢是用上高的品质来要求的，所以绝对无问题，大家会当放心。而且还比我们写个足清楚诶，那是为用，那是工程疏失，阮会赔偿十倍赔偿金给大家。哇，太贵了！那就讲呢。
这就是阮富贵建设保证。哎，听起来袂歹呢，要试看卖无？啊，是咱先来落定。啊是啊，我听讲吼，离地工程啊，进前啊，消防检查的时阵啊，敢若袂过呢。是安尼哦。系啊。迄四个机关主管，小贪要食钱，才会超工全部规矩是麻烦啦。哎呀，真要修呢，安尼袂正常吧？安尼唔通啊，真难。哥，即马是安怎？看起来大概是受到王木业的影响，突然无啥信任。这就是咱规矩社会的步骤啊，先消毒大家衣物，爱着行。大家听我讲，要看一间公司是不是有实力，要看伊解决问题的本事啊。阮富贵建设过去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风景，啊，不过阮拢坚强挺过来。这就表示讲，阮富贵建设是一间有实力的公司。无唔对，养生说二期虽然才拄打开卖尔，但毋过其实进前，阮都有真侪老客户提早落订，大家拢足满意阮的建案，所以阮嘛希望，若想要买的人，脚手爱赶紧的哦，啊若无想换，就订袂到啊。我定十号。这位先生，你一届买十号，你是倒位来的信心？因为我相信蔡董的业界的名声甲信用，啊，佮有蔡总经理，才做厝里的事业，绝对会尽心尽力。养生村二期用的建材拢袂歹，不管是设施。还是服务拢规划了真好，要起来家己住，还是要投资，拢是袂歹标的。相信绝对袂让大家失望。哥，这个人是倒位来的？你敢识识伊？伊是六期的大学生啊。咱本来要改买土地啊，算是有熟识。就是之前袂记紧出代志，迄个金融魔术师啊。想不到会甲咱赚钱的，而且这个定十号，敢真正袂有任何问题。是家己主动要买，算是足有眼光的，因为咱买物件确实是足好啊。张先生，多谢，多谢你甲阮养生村收听的。我唔是要听你啊，只是我感觉这节奏好会投资。听讲张先生之前伫美国的基金公司做工课，是足有名的操盘手。而且還有一个外号叫做金融魔术师，大家一听到就知影，伊对投资就有眼光的，所以对伊买养生村绝对是无问题。那是安尼哦，我一定要订啦。蔡总，蔡总，我买两订，我买两订啦。我买，我买。我买，我买，我买两订，我买两订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姐姐来，要订啊，大家跟我写你的名。看这状况，养生村第二期应该是无问题啊。蔡总经理，报告有一寡问题想要请教。妹妹，蔡大夫，都让你暂时好好享受一下。后一摆鸿雁若是公关的时阵，你就知。希望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总经
给你，恭喜啦！多谢你啊，多谢你，多谢兄弟啊！拜拜，介绍下，这位是刘大师，干嘛？刘刘，我刚才来，多谢多谢。奇怪，张先生，这个算怕招呼啊？大家，这就是阮养生村的园区啦。啊，大家哦，会当四界行行看看，那有啥问题，会当问我，啊是问我太太，啊拢会用的。我一路行过来，环境哦真清幽呢，啊风景嘛真水嘞。连我这还未退休的人哦，拢想要紧搬过来啦。是啊，阮养生村风景好，地点好，品质上好。啊，大家辛辛苦苦打拼一世人，敢不是为着年岁大了，会当自由自在、快快乐乐过生活啊，对不？我唔对啦，唔是我自卖自夸哦。会当大力来阮养生村哦，就是一种福气。吃喝玩乐，拢有人替恁传好啊！只要把心情放好轻松，享受就好啊。我听讲哦，恁的建材拢上上好呀。是啊，阮拢是甲真有信用的厂商合作，而且为打地基开始，阮上注重的就是施工的品质。建材嘛，外国足侪个，所以哦，绝对无问题。拄只蔡总有挂保证，合约顶头写哦，那是抓到偷工减料的话哦。是要赔十倍违约金哦！放心啦，阮富贵建设恭维盛伟，刚走加担当。既然恁拢加挂保证啊，我得加订十号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当然欢迎。哇，张先生，看起来你对富贵建设真正足有信心的呢。赵先生。头前遐风景敢若袂歹呢，你该让全去参观一下。当然无问题，大家对我行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，哦，刘先生，你讲要来这看看，你真正是内行诶。这露台哦，阮养生村家己号做忘忧夕阳谷，啊，即马是夕阳还袂出来哦，等夕阳出来的时阵，迄风景绝对是水水水的。啊，有当阵哦，人徛伫咧遮。深呼吸，吹吹风，哦，你会感觉你全身骨拢足爽快。啊，不是讲施工品质足好诶，奈发生种代志？救人！救人啊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根本都无稳啊！拢骗人诶！是啊，你去翕相，再写报道诶。哦，一时一时。救人！有没有人救我们啊？好好好好好，根本就是好刚刚了嘛。这灰尘嘛，伤高啊吧！就算灰尘比沙漠搁较侪，对我林慧君来讲，嘛是小 case。这是当初对我特别指定我来处理的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。啊，我家仔搁有电呢。口罩，口罩。听当初丈讲，就一个罗医师伫咧专业的新州，啊，不过却无问到伊佮意啥。好佳哉，进前在伫咧头家的身躯边，学着一挂设计基础，啊，这个小摆饰。应该会当予伊放轻松，消除压力。啊，医生应该拢有洁癖，袂当接受一点仔灰尘。每一个所在拢爱拭予清气。啊，这个床巾是最最安全的，应该嘛会当接受啦。哇！啊，袂歹袂歹。我有餐就一个啊！
对啊，当初就有给我罗医师的资料，我哪会拢无想到啊？无的确内底会有伊的兴趣佮爱好啊。结果全部拢是研究的成果，我有够没有懂呢。啊，这原本应该有带相片啊，啊相片奈无去啊。哇，足痛，我的脑筋动无啊。刚讲，啊，我头一次甲罗医师见面，就是检查我的头壳。哦，迄嘛是我的荣幸呢，上叫我是天才。我滴甲伊检查完了，我嘛变作是天才。耶、yeah ！明仔载罗医师就回来啊，啊，是不是应该问董事长，敢有需要替伊订餐厅，啊，替罗医师接风？啊，不过够啊，回来啦，甲伊食啥？小吃，板豆菜，鸡排，啊，板豆就要诶，啊，就甜诶，提早一天回来，想袂到厝拢摒扫好啊！青玉阿姨在做代志，就是妥当。啊，不过代打上心比我开一台手术较忝，来洗一下身躯，体一下好啊。查甫人的衫，真正要对你无客气啊！哎，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，你拢对啊，我才会当让你起来。
你讲，你是安怎有遮个首饰？啊，搁有，啊，这间厝的主人是啥？首饰是阮阿姨给我的，厝当然嘛是伊的。是因为清玉阿姨最疼惜我的，才甲厝借我住，安尼有清楚啊无？真正是罗医师，啊，这个我死啊！拍死！我的护照在遐，你家去抄啦！你莫要叮当哦！啊哈！啊哈！啊，拍死啦！啊，只是一个误会，拍死啦！啊，我讲的头家吼，就是你讲的青玉阿姨啊，啊是派我来替你打扫房间，做你的生活助理啊。这凭你这个拜金女。哎呦，哎，来来来，你的衫。我是多位拜金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真正就要做家来输诶。不管是洗衫、煮饭还是打扫，全部拢是五星好评哦。想把你拍五星好评啊？拍死！你只配得到我的负评，慢走不送。对啊，罗医师生气啊，是要安怎啦？那是当初赵宽虎爱好好照顾的贵宾呢。哎呦！罗医师，啊，拄则是我一个人，把整间厝打扫较清清气气，你敢会当卖给我负评啊？无可能，你最好马上离开。哎，我爱离开啊，啊，不过你至少接受我的道歉嘛。我拄则无说你太过粗鲁啊。什么太过粗鲁尔？我唔捌看过查某囡仔这尔粗残的呢。你都要甲我拍，搁甲我斩，你当作我袂记啊？哎呦，我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雄雄看到一个查甫人走入来，搁无穿衫，搁脱裤，啊，我当然惊着啊！啊，我总是爱想办法保护我家己嘛。这敢是借口啊？你嫌问就无问，就讲拍，安尼敢对？啊，你上车的时阵嘛，无给我解释机会啊！你讲啥？我是讲哦，你代替你朋友相亲嘛唔对啊！啊，你朋友既然无想要来，伊就莫答应嘛，安尼就袂好咱造成误会啊，对无？我知影，你是叫我明仔载报道的时阵，甲阿姨打你的小报告哦。看我的心情咯，我干那知影，我即马心情非常歹 ，so out of my house。20 seconds。妈妈，我知影你今嘛足无欢喜，啊，不过我替你准备迄个舒压疗愈的小饰品，啊，你看了心情就会较好啦。3, 2, 1。啊，拜拜。我今日好一早跟他拍地头来，哦，够见笑的。那小公朋友怎样？我也是不要让做人啊！哦，阿母，啊，你昨暝是睡无好啊？我哪里下戏啊？我咧阿都明明都困啊足好诶，啊，唔然啊，目睭那提金哦，啊，都人鬼仙神仙呐，都想无想要出来。啊！是你叫我出来啊，无我才不爱出来啊。我就知影心情无好，所以专工出来遮老老实实放轻松些啦。你也知影我心情无好，
我当然嘛知影，你最近为着厝内底的代志咧烦恼对无？就是安那啦，慧姐一传转来了后吼，安尼代志了了啦，啊，我提钱借慧姐因老母行孝，啊，我那就无欢喜啦，啊，你明明啦，食些早顿啊，他们咧冤家啦，就烦嘞。阿母，你是咱那老婆爷了，啊，大家拢爱听你的啊，啊，阮这是谁冤家是创啥？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卖插就好啊，啊，慧姐吼，啊，阮大家嘛是爱尊重你啊，对不？哎。是啦，我是士大啦，啊！但是你有知影啦，看到恁这士是安尼冤家啦，我心肝嘛足疼的。阿母啊，我就知影你想，所以今日我专工带你来这，要甲你友好一下。哟、嗯。是啊。是要创啥？最近我有观察到，你食饭的时阵，排骨啊，还有啥物嫩的物件，拢无啥在食，对不？啊，就这吼，喙齿卡吼，那食着顶的物件、软的物件，无咧搞得拢无滋味，还佫歹势食啦。所以啊，阿母，叫我来，我知影你需要啥。阿母，啊，想要帮助维持牙龈的健康以及预防牙龈的问题，就要用这个全新上市的牙膏哦。这有什么特别？这个有专业的护龈配方，里面添加了双重的抗菌成分，可以强韧及保护牙龈，帮助避免牙菌斑的堆积。更特别的是，它里面添加了玻尿酸，是强健牙龈的关键组成元素。哦，听起来阁袂歹哦。当然哦。阿母，用这个牙膏配合正确的刷牙习惯，每天两次，就可以提供阿母你的牙龈长期的保护，降低牙龈炎的发生率哦。嗯，这我就有需要啦。啊，那这牙龈有问题吼，食物件哦都无滋味啦，啊，我唔敢吃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吼，保健牙龈是很重要的哦。哎，我见我看袂出好风险呢，老年牛人佫会注意妈妈的喙齿哦。阿母啊，你真正冤枉我啊！我不是四界浪流人，我是男儿志在四方，我的拼事业，有我未来幸福着想。拼事业对啦，啊那阿母，给你卖土地钱哦，你来会晓用嘞，欠人的钱还还嘞，剩嘞吼，倘好买两间店面，啊收厝租，安尼你后半世人好过日子啦，都要按阿母的心啦。好好好，阿母你讲的话，我拢有在听。我袂亲像较早遐尔糊涂，你给我卖土地的钱吼，我会甲收掉掉，袂学袂开。你哦，出去去找啦。啊，若要安阿母的心哦，就紧去找个好查某，伊那通结婚啦。阿母啊，伊哪知影我有这暗算？啊，有下算啊？嘿啊，啊就彩车姐，有把他相亲吗？啊，啊看来有介意哇？有啦有啦，我看到一个介意的啦。我看到伊的时阵。秘书，那个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看到一见钟情，再见痴情，三件想要进洞房谈感情的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紧传转来阿母看，哈啊，结婚了就紧生一孙哦，阿母抱啦。哦，生孙哦是有淡薄困难啦，要唔过我会打拼，紧捏个手，传转来给你看。好好好，紧哦，会记的哦，安尼阿母给你加油。多谢老佛爷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阿母，我先来介绍，阿你一定要健健康康，吃饱哩，替我主持婚礼。我这个公仔，来当娶一个好某，来当完成我一个希望。啊，天父啊，你都保庇我。明坤是倒位啊？哪还袂转来？嗯，舅妈，啊，哪会只有你一个人伫遮？小舅舅讲要带阿妈去踅街呢，还袂转来哦？我要哪知伊踅到倒位去啊？啊，即马重点是恁大舅舅嘛还袂转来啊？
敢不知敲一通电话再讲一声。啊，大舅舅出门进前，无先甲你报备哦。当然有啊，讲哦，要见一个朋友。朋友？嗯。哈，啊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无啊，我就想讲哦，好心甲你提醒一下。一般来讲哦，一个查甫人的行踪，若是开始无固定的时阵，就表示伊外口可能有烂桃花哦。你敢？大舅舅遐尔疼惜你，应该是唔敢啦。啊，不过迄外口的查某人若是较主动的，无得靠大舅舅嘛会挡袂牢啊。啊，搁较安怎讲？家花没有野花香。而且哦，其实迄野花嘛无一定开伫外口啊。有时阵哦，迄厝里嘛会开迄摇娇美丽花哦，白甲查某人玲珑似的。好啊啦，你们这样搞话好不？哦，好啦，啊，你若是无爱听，我就卖讲啊。我只是想讲哦，你还是爱特别注意者，卖让人有机会趁虚而入啦。哎，你是干阿过啦？你是不是做希望我跟阿官来冤家？大舅妈，你卖误会啦，我无这个意思。我当然嘛希望全家伙会当好好相处啊。其实吼，我看得出来啦，你对阿官做不满的对不？进前吼，你甲阿妈的老本吼，又怪乎恁妈的时阵，阿爸听到伊就足生气啊，伊就甲你骂甲臭头，所以你对伊足有意见的。即摆你就趁这个机会哦，想要西龙甲阿官的关系对不？我哪敢啊？而且，迄钱哦，不是给阮养母是借的。啊，阮养母那边就有急用啊，阿妈是好心提钱来借阮养母。啊，到时阵哦，等我有钱以后，嘛一定会还给伊的。哼，你大概是出来在营营无代志做，你不爱去卖菜，你嘛不爱去上班，无你要等到什么时阵，你才有钱还阿妈？嗯，我知呀。你是不是想要当阿妈半年了哦？土地就过户入去你的名下。吼，你这查囡仔心囡仔这样重啊？你是不是想要哦？阿妈会当赶紧去天顶做神啊？我嫂啊，你哪当阿舅财务啊？我只是想的是讲，拢是你出的好主意啊。讲啥物啊？半年了，这要把土地过户会结。你即马吼，大家你五万公吼，妈会当赶紧去天顶做生啦。阿金，我无安尼想。我咧就抓。我真正是唔知影我做唔着什么代志，你还要安尼针对我？敢讲你真正无介意我伫这家？好啊，那安尼我去甲阿妈讲，我归去搬倒去甲阮永不做伙大好啊。吼，无你即摆是要甲阿妈斗哦？我无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接受我。你若是希望哦，人会对你好，你家己哦，得提出真心对人好，人拢是互相的。阿姨，我知影你嘛不介意我，啊，不过我是真心的友好阿妈，而且我嘛就敬重你的。上好是安尼啊，乖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拄食这个林慧姐，佮头过伊西啊！舅妈，创啥？这样大声是要惊死人哦！哎，无是安那，伫外面就听到你的大细声。哦，无啦。哎呦，莫怪啊！人咧讲，三个查某一台戏，你三个人真正是笑到厝尾顶就要崩落啊！哼，妈呀，你遐差天会倒啦！啊！你拄当你有食饱无？我有买你爱食的素食哦。有啦有啦有啦！啊，恁有带去个好食饭啊啦，食饱啦。姐姐，那才拄好，我拄食嘛是带阿母去食日本料理，伊食足多，足欢喜的呢。母啊，欢喜上重要啦。我听到你哈。哦，娘喂，姐姐，你今日唔那穿这滚水？够穿官衣，有够迷人的呢。
对吼，我即马才注意到，啊，原来这两天的打扮是愈来愈水啊，佮较早拢无同款了。你是不是跟阿伦同款要去相亲了？还穿较水？无啦，母啊，我想哦，想要伫个百货公司争取一个薪水较悬的职务，我想要去做柜姐。啊，你敢不知影，即摆柜姐吼，啊气质拢足好，啊嘛足够打扮的，所以我唔该改变一下。对啦，查某囡仔人啊，水水来穿安尼，安尼真美嘞，对你看。哎，啊，就算交一个男朋友嘞，啊，若好对象哦，你啊，你妈妈就放心啦。哎呦，母啊，你莫安尼甲我笑，我有讲啊，我打扮哦是为着工作，甲交男朋友无关系啦。嘛是会当有关系啊，啊，你身躯边都一个缘投搁种在查甫人，哎，小弟讲得好啦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望那咸水口一剑立果，哎，这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哦，不要让他轻易跑掉哦。小舅舅，你讲了有道理呢，啊，无你看阿姨今麦辛苦边哦，有袂少优秀的查甫人，阿姨，你是不是嘛开始偷偷啊咧谈恋爱，所以才安尼特别打扮啊？哎呦，无影的事，你莫做恁小舅条条有白讲啦。小阿哥啦，你最近打扮是毋是真正有介意倒一个查甫啦？我拄则就讲啊，我是哦为着工课，我想要自我提升，我想要去做柜姐，加赚一寡钱。即摆百货公司的专柜柜姐哦，对西装打扮拢真有一套呢。啊，你遮尔爽，是要安怎甲人拼？当然是知影什么嘿，当初我捡到伊的时阵，你敢不知影？伊穿啊偌高尚、偌水的呢？唔知影叫什，唔知什么人的千金小姐嘞？高尚啊！我哪无在我的身上看到啊？而且搁再讲啊，千金小姐那真正是伊哦，啊哪拢无人来找伊？那无，豆豆的妈妈都来找啊。拜托阿婆。人是来找好爱食的，只是阿哥啦，甲伊做生意尔。而且哦，有验过 DNA 啊，事实就是证明，迄是无共人。嗯，我嘛想无呢，啊奇怪啊，啊那是阿姨哦，真正是好野人的查某囝，啊是安怎伊厝里的人拢放下唔管啊？敢讲你的背景有啥物问题啊？不管你什么来历啦，伊即马就是我的查某囝啦，就是咱长官一份子啦。你唔免咱乌白猜乌白讲啦。哦，好啦，阿妈，我了解你的意思啦。啊，我嘛无歹意啊，我只是希望哦，阿姨会当跟我同款，找到家己的亲人。姐姐，别紧，不管你的亲人伫倒位，我阿哥、阿母、阿哥、哥哥，阮三个人永远是你的亲人，咱永远都要相亲相爱在一起。多谢恁呐！虽然哦，我唔知影我的过去，也毋过哦，我会当决定我的未来哦，想要做倒一款人。我会继续哦，这么坚强，这么乐观，充满希望。哇！你做你放心，我会认真打拼，赚钱，好好照顾你。希望哦，你未来每一天都安尼快乐、健康、顺心如意。我相信你乖。哼，这来过啦。真正是足知影要哪巴结许多人的，卖心都起来掠条条的，无得靠伊对查甫人嘛，同款这样搞讲欢迎他去。这阿哥啦，对我一定佩服。只要伊在了解一天，我日子就无好过。偏偏我不管安怎做，就是管伊袂走。我恁两个，什么各对我前面不管是吧？无啦，我只是烦恼明坤，那个怎么也不等来。我嘛无，我只是八道腰。哦，八道腰，阿兰，阿我那买一碗素食，你摕去食。来。哎呦，母啊，哎呦，那个用用扫干的啦。张明伦，去摕阿母的药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小姐姐，我摕就好啊，我摕啦。哎呦，
摕一个药拢会来去，啊，紧捡起来啊！我食药无啥共啊，医生敢有换过药啊？应该无啊。虽然顶摆去病院的时阵，医生讲阿母药物控制的状况唔是讲介好，也不过阿母无想要开刀，医生就讲继续食一阵啊，搁观察啊。不过这甲我原本食药无共款啊。阿姨，应该是你记唔对啊。我会记哦，阿妈食药一直拢是这种无唔对啦。无。这药啊，拢是白色的，无唔对。也唔过，伊是椭圆形的。啊，不过我亲像食的药啊，敢那是圆形的呢。我那无印象哈。做啊，你有印象无？我唔捌摕过药阿妈咪食，我变哪会知？阿姨，我真正无记唔对啦，这药啊一直拢是这啦。咁安尼，母啊，啊，你对你的药敢有印象啊？我目睭花啦，吞落就吞落啊！我明仔知是啥物款啦？哎呦，遐碎粒我看袂上细啦！啊，姐姐，我知影，即卖毋是有迄啥物学名药，虽然讲成分无同款，也不过药效拢同款，应该是迄种无对啦。小舅舅，哇，你真正是博学多闻呢！我感觉应该是安尼无对。阿妈，来啦！先吃药啊，你身体无爽快哦，药啊吃，吃一点吼。好，吃。来来来，这里哦，我刚才要困的哦。刚才要困了哦。我要搞笑哦。这个面困哦，真正连一通电话拢无。啥？心情不好？等哥哥哦。嘿嘿，是不是今日在外口拍戏啦？送名牌丝巾给别的女生？顶个是误会啦。要搁乌白滚双球，我等落个驾驶。叔啊，你莫卖安尼，等不了哥哥，家己花在我身躯顶。哦，我袂洗身躯啊。叔啊，要不吃寿司不？不。食啊，搁使性地。奇怪，我记我开始食药啊时阵啊，效果真好啊，啊奈即马嗽甲愈来愈厉害，是母的病情变严重啊，还是这药啊无效果啊？啊，我摕药来问医生好啊。空诶，他拖毋是搁车倒过来，留伫个涂骹，敢讲火一拢去遐断掉啊？蔡大贵，你一定要平安度过这关，安奈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，有听到无？妈，
妈，你来啊！我一接到电话哦，就马上带大家过来啊！啊，这晚是安怎哈？大哥有要紧无？大哥，伤较少严重诶，即摆等去动手术啦。啊，你无先知阮代志啊？啊，天公伯啊，你是安怎？要甲阮哥呀，一个一个啊出代志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妈咪，你先卖遐尔着急啦。菜头粿吼，严重诶，伊即摆嘛一定会无代志啦。嘿啊嘿啊，菜大哥啥阵会下落来？大哥哦。就带几个记者，啊，搁陶醉去参观亚三村啊！伊着花下栏杆椅啊，栏杆着向登去，着摔落呀！栏杆登去，那安尼啊？我着交代伊讲，家迄建材的品质监督好，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变成安尼啦。之前咱毋是有查着，皇冠里用迄批建材有问题，蔡大哥敢有甲换掉？我嘛有交代伊啊，伊嘛甲我挂保证，讲伊会处理，伊无可能放咧门挂咧。那安尼？工程甲建材拢无问题，人阿想怎会转去啊？一定是有人暗中咧变鬼变怪。小叶姐，你的意思是有人挑故意咧陷害咱富贵建设？到底是啥物款的人这么恶劣，做出这款代志啊？咱先卖有朋友啊，先调查清楚再讲。对啦对啦，啊，即马上重要的哦，是大哥的手术当顺利啦，其他的哦，哎呦，再搁讲啦，再搁讲哦。快迈克，迈克，迈克，明明是迈克，再头过一点无代志啦吼。放下你，我无代志。大哥一点来无，无代志。天公伯，去不给走。完全，发生生意根本生命的危险。但是因为脊椎是受伤严重，恐惊有下半身瘫痪的可能，阁需要时间观察。那这么严重啊？困难，咱家己要更加坚强，唔通再搁打过。公司阁有足侪问题要处理的，还搁今仔日迄记者拢伫咧现场呢，应该代志已经传出去了。哎呦，衰落！大家哦，要面对社会大众的质疑啊。阿嫂诶，我问你弟弟即卖状况安怎啊？杨生说发生这么重大安全事故，是不是恁公司有偷工减料的问题？对啊，你会当解释一下无？麻烦你解释一下。恁大家有啥问题？您放心，我会找一个时间，甲大家讲个清楚的。啊，不过这是病院，予病人哦，好好休困，莫叫了伊，遐恁先离开好不好？啊，不过这件代，麻烦你解释一下啦。出动飞机。恁富贵建设一直强调施工品质有偌好，正即摆出代志，这种养生村阁养大人。我代表所有买养生村的人，请恁负起责任。
赔偿合约顶头所写的十倍赔偿金。对啦，一定要赔偿的啦！赔偿啦！赔偿啦！赔偿啦！拍摄拍摄拍摄，小奶奶较冷静个，我呼吁建设一定好好处理这个代志，请大家给阮一寡时间。我会当挂保证，阮公司会用上大诚意、上大耐心来处理这个代志，大家当放心啦。你当作凊彩讲两句啊，就通讲阮走？你想要紧想办法处理这个代志啊？若无哦，我绝对甲富贵建设控制到底啦。对啦，抗议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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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放心吧，我以阮公司的名声，啊，佮信用做保证，我一定好好处理，我大家钱我也打。好啦，既然蔡总你安尼讲啊，我就相信你啊。各位，咱即马就是爱同心协力，争取属于咱的权利啊！好，听你的，好，听你的，多谢您啊！有您的信任哦，就是对外支持啦。呀，咱先离开。呀，好，我先来到。好。哎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他们你来，他们会来。大姐，我乃感觉这个家龙哥哥无伫的，咱厝内底运势愈来愈歹，前途茫茫啊！你莫安尼讲啦，免烦恼啦，有大夫哦，甲这囡仔哦，一定会想办法甲代志解决的啦，哈！就算讲公司的代志解决啦。我的大龟啊，伊的后世人要安怎啊？敢会乌有去？敢会毁掉啊？没啦没啦，我遐在想。张明明。干嘛想啊？嘛七早八早在耍手机啊，想啥耍？姐姐，要小姐姐无？什么看鬼哦？姐姐，你那鬼面气顺顺，你目睭看我咧，敢若僵尸诶，好可怕哦！哎呀，昨看册看鬼暝拢无困啊。看册？嗯。你转型啊？我每当充实自己的内涵，提升一下我自己的气质。会用的啦，也不过嘛，每当牺牲睡眠啊。女人没有睡好会变丑呢，而且你自己讲的，要跟遐贵气、逼杰、孙牙，看像较水了。你抓住我想要安尼哦，我拢是咧杜瑞德啊，我考试，我想要困我唔敢困。啥、啊？做贵气，搁要考试？多当的才夭寿哦！你才知影，杜瑞德根本就是哦魔鬼教练。魔鬼，有魔鬼！哎呦，惊我不啊？你看，哎，哎，哦，姐姐啊，都跟你讲过啊，唔当这样粗鲁。哎，先拍先。哎，还有叫陪你嘛？这敢是阿妹药啊？哎，哎，敢那是呢？都好啦，再给我，我哦提来给医生哦，问看嘛，这药啊是不是无效？哎，好佳哉！啊，阿妈药啊，那是落一了就害啊呢。你先坐下，药给我。袂用一啦，啊，这医生哦开的药啊，拢是固定的。啊，若是落一粒，阿妈着减食一粒，会影响着效果呢，互我收好啦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你昨毋是车倒咧涂骹落几下粒？阿姨，你敢去互伊弹掉啊？若是无弹掉，应该阁当食几下工啊？啊，你只会用互我摕互医生看卖咧。啊，是要互医生看啥啦？啊，阿妈拢有固定咧看医生啊，而且医生嘛有讲啊，啊，这药啊哦，就是继续食。是啊，你嘛知影，阿母啊哦，这个月刚刚烧到遮尔啊严重。哦，凡是伊进前去做个检查哦，迄检验报告嘛出来啊。啊，规日我先做全部啊，来医生看卖咧。唔免啦，阿姨。哎呦，啊你上班遐尔无闲，而且你唔是讲要做啥物柜姐？
啊，既然安尼哦，你就免麻烦，然后带阿妈去就好啦，好。嗯，家在，无相派。张明伦，你敢有感觉慧杰敢那咧相骗我？无啊，敢有？那会无？我要提药去给医生看，伊嘛不爱；我要带母去给医生看，伊嘛不爱。啊，讲无两句就走去啊！姐姐啊，你想伤多啊啦！啊，慧杰吼，就是因为甲阿母的钱拢乌走啊，伊即马就是弥补啦，系啊。你神经这大条着？你到底是安怎食到这大汉的哈？什么大条？我拢食饭啊！锁落去啦！去帮我锁你的电动啦！奇怪，你哪安尼啦？讲生气就生气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体质更年期啊？你的脾气跟它善变的天气。晴时多云，偶阵雨；细拿闪电，红台龙卷风。都耍袂了，你唔只衰老症，你看咧未？哦，歹势歹势，我去帮您拍电动哦，甲我看。慧姐看起来真正怪怪呢。阿仔，我家阁有一粒药啊！嘛唔知是毋是药啊有问题，我是摕来检验一下，较安心。总经理，大小姐。你查啥代志？长鸟生孙第二期，迄栏杆断去。你是负责工头，这个代志你要哪解决？这伟哥，你有啥物话直接讲。之前咱毋是有发现黄冠廷甲翠秀有交界，用一批有问题的建材，我是叫你一定要换掉。讲你无照做。大小姐，你犯错代志，我哪敢无照做啦？只是后来我问过主任意思啦。主任，之前黄总的前一批有问题建材啊，佮交代讲将一直爱用呢，即摆这建材哦，全部拢爱卡掉顶座啊啦，啊若无哦，恐惊以后会出问题。那呢，爱开偌侪时间啊？建材全部换掉，就算讲哦，全部的工人拢留加班啦，至少爱佫一个月。一个月，遐尼久，敢袂当较紧的啊？我当然。咱的工程进度哦，进程都已经耽误掉了，而且哦，还佫有一大片的建材拢要换掉呢。啊，你真正无用的啦！公司的资金已经就安尼，假使讲养生村第二期无赶紧开卖，公司真有可能会周转不灵呢。伟哥啊，敢讲拢无其他的办法啦？那是讲哦，这建材无要换掉啦，还佫有一种方式哦，会当补强啦。只是讲哦，惊以后唔知稳也袂稳呢。好啦，伟哥，那呢就先补强啦。啊，不过等资金到位的时阵，一定要把较好的建材换回来。即马上重要的是，公司要先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是蔡大贵叫你卖把建材换掉。是啦。好，我知啊，你去保养。好。我靠，拜托哎。偷工减料你严重的代志，蔡大官奶奶得走啦！小燕姐，现在，现在，大哥现在，你莫生气好无？我想大官一定是，伊就惊讲亚山村还是搁无开卖，公司资金就算还有问题。伊嘛是好意，我甲你分析的。原本你嘛安尼啦，就算是好意嘛，袂当做歹代志啊。这影响到咱公司的名声，佮有信用呢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
但不过大哥今麦已经足可怜啊，你敢袂当卖怪伊？袁美，我唔是咧怪大哥，是这件代志一开始做唔对啊。咱是要去给人大个厝，当然嘛要保障大个人安全。若偷工减料，哪会害人受伤呢？甚至搁会害人失去一条性命呢？这款代志哦，咱承受袂起啦。大哥，大哥已经付出代价啊，伊就是偷钱的受害者。好啊，袁妹，啊，你不是卖个哭吼，较冷静的啦。阮大哥嘛就唔敢猜大哥啊，你莫安尼啊啦，吼。大家上大钱，不是我啦，我是总经理呢。小无感到好，再发生意外的，那会当怪你啦。杨顺做工地，我是我来负责的。你拢莫甲讲啊，若是真正要怪，怪我好啊。拢是我，我无应该甲大哥逼到遐尔硬。我若有逼伊逼到遐尔硬，伊都袂想要踏着去遐表现。亚马桑，你哪来？小月。亚马桑。小月，亚马桑今仔是哦，啊，总监来，伊知影讲恁公司出代志，伊才来关心一下。冠廷嘛来啊。我一听伊来，厝家讲，你找你抗议，啊，你赔十倍赔偿去咧。恁公司较厝人欠租金，我用阿你斗相共。亚马桑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哎，前面妈你讲啦，我跟小女是老朋友啊，啊，家己个囡仔呢，拢当作死侄伫看待。小月，我是真心要你斗相共的。是啦，小月，今仔亚马桑是看你，你妈要到你的面子上才来，你得莫家己转啊。我讲你。你们俩给好心哦，一定想要探机，我来看我的枪对吧？我那是等小叶面头前，甲张元面冤起，伊只会对我更加生气啊！免姐，我会忍耐。小叶，我跟人单刀，跟你讲几句话话。你跟小叶姐已经无关系啊！你凭什么跟伊讲话啊？你这不生气狗种，你给哪种？你凭什么？元面看恁真的啦！小燕姐，这个笨孙伊不知跟咱想什么，叫阮想要害啦！你莫答应。好啦，你先莫遐尼激动好不好？我家己好判断啦。小燕，你就听冠廷安怎讲嘛，伊袂去为难你啊。咱来外口讲。小燕姐。好啊，妹妹，小燕姐决定啦，咱尊重伊啊。亚马桑，加姐啊！啊，多谢，我听到你。有啥物话，紧讲。我是来回事的。当初是，若不是我一时糊涂，受厂商的回扣，用不好的建材，今仔恁杨生村也袂发生这种代志，所以这一切拢是我的罪过，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你需要怎承担？听讲蔡大贵伊受伤做严重的，我会当替伊哦，找上好医生或者是上好治疗，又搁有啦，因富贵建设资金若是当先袂管，我会使斗相共。看有钱，我真也是无啦。不过我甲亚马桑讲好啊，遐钱算是我家借的，以后我会较拍拼啊，趁钱。你安尼敢会受过委屈啊？委屈了，从来拢不是我，是你，要靠人来帮忙。我这是做老爸，无多点点辛苦边。快大汉，
我心内真正做袂得过，嘛做痛苦的。即摆讲这敢有意义？拢是几万啊？是啊，我知影在生活上面多少年，你嘛无厉害。不过我总袂当安尼急点点，什么大事拢唔做。最起码我会当让咱的爸爸知影，讲我这做老爸，愿意为悔改。我敢若希望讲，伊当伫一个充满热爱、一个无限宽广大个。黄冠廷，敢真正有咧悔改，还是搁咧骗我？啊，毋过至少伊愿意认错，还搁有承担责任，这嘛是一件好代志。我无想要为难你，不过算我求你好无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会当还弥补我过去所犯的错误。小友，我拜你！你搞什么鬼哦？我搞我靠着小燕姐！你妈听准我今麦唔知你咧想啥？你若是想要伫小燕姐面头前假忏悔、假可怜，你想要让小燕姐对你良心动真理？你们小心我讲！我小月梅绝对会想办法，听看你的小鬼啊！我绝对让大家知影，你是我打电话。好嘞，妈嘞，我知影你是因为蔡大贵的代志，所以心情不好。不过你嘛袂使安尼诬赖我。你刚刚讲我诬赖你啊？即摆意外，刚刚直接跟你无关。我袂讲，我的红衫啊，真正无好当回去健康。我怎样袂做你们三明治？你给我打电话，袂记得。袁妹，你看你姐好不？袁妹，袁妹，你看你姐。小月姐，你是姐笨手，你笨手，我怎么卖到家里？好卖走你们，我老姐，好我在，我关键你紧走啊！杨春水，杨春水，今个出代志，你嘛有责任呢。我还看到你心情嘛无好，你紧走。小月，我管你。你今晚什么地条？你应该尽清楚，卖个跟小月过过地啊。对了。你若是要你某，是一摆两摆，咱就会原谅你啦。咱先来做，别去教育伊。好啦，我知。小叶，那呢，我甲杨阿婶先离开。假使你若是真正需要我斗三工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无需要客气，我一定是全力的。小叶，到，恁好好保重。待我甲小路呢，问好者。马上回家，来走。就是你跟小叶讲了安怎？我参小叶阿妈双讲安尼，小叶不可能这样要见人接受。我该不要回心转意掉咯？也该真等。那你家己都要有心理准备。是啊，所以我一定会振作的。不管小叶想不想要接受，我一定拢会帮助他度过一摆危机，来向伊证明关系。你哪会安尼想上好？从今天有做到遐，有一天啊，小月受你的感动，同情来接受你。我了解。放心啦，这条路呢，不是你家己一个孤单在行的，我来斗相共。来，叶阿嫂，多谢你，加油。
甚至都咱换着亚马逊对我的信任，嘛无枉费我替动一枪。只要好好把握亚马逊，安尼我都靠住啊。是不是你在替代的保庇我？因为我替你报仇，所以你要找亚马逊在我身躯边来搞照顾，对吧？用心现在已经有亚马逊来搞小天了，我现在只有将照顾不完的，到时阵小燕还是无依无我。一代先感情完，那我还是公平啊。妈不是去南部的朋友遐。出来哪有卡伊？刚刚是妈回来。妈，妈，你是不是回来啊？妈，这个卡印敢那无残，就是妈的寸像。你是看那是警察寄的卡印？是错了。什么情况？别来找我偷命！妈，不可能！你才错认为是，是太上我办报应，伊无资格怪我。哪会，哪会是想做呀？即卖想怪我问我的人，就是张月美甲蔡大富。对，伊就是因为蔡大贵甲富贵先生出代志，拢是我造成的，所以刁工甲我创孽。对。一定是因蔡老婆真的你给我出来，我知道是你当面闭嘴闭嘴，你当时你在我在家是吗？出来，我听到我跟你说，蔡大贵今天百姓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若是一点关系就应该出来了，你这时就是你的事情，所以今天富贵先生要跟我带到这百姓的一切是错开人，钓过伊搞创孽，那呢？会是啥啊？
雨的梦，念绵绵。